我快到你那裡去，所以先將這些事寫給你。原來保羅是計劃要去以弗所探望提摩太。不過他有些擔心，我擔心就不知倘若我當年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怎樣行。保羅帶他擔心，在過程裏如果有任何耽誤的時候，就不要來到信先到，就寫信給提摩太，指示他。